七分的时候，还是在早上吧，早上这个人流量多一点，晚上这个点再多的赞我感觉没有效果的，你们都休息会儿啊。李隆基，对，李隆基又来了。小声欲行君梦中，来吧草莓，你咋知道的？我看你，我看到我这个一直我能看得到的，一直看到我们的橘子一直在帮你默默地点着赞。你休息会儿，这个真的，我如果吸引人气的话，早上去城墙钟鼓楼，早上人气还可以的，至少我直播间有一两百人啊，高峰期还有七八百多。晚上我们就这样子吧，就我们认识的，就不认识，认识都没有关系，就直播间聊一天就行了，好不好？直播少打嗝了，我来说我吗？写诗吧，关关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吹拉弹唱的又来了，每次都来这个地方吹拉弹唱，样样俱全。唐玄宗李隆基，那个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男人，那个拥有着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的男人，那个抢了自己儿子媳妇的男人，那个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男人，就是不一样的男人。